姐姐，你好，先生，请问需要点什么？大红袍拿替。好的，先生。先生，贵妃。先生。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戏曲水晚开始了，开始当时，百年征程新起点，奋进新时代，百花梨园竞芬芳。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戏曲晚会的现场，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就让我们一起锣鼓送盛世，戏韵谱华章。刚刚辞别的旧岁，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19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14、15实现了良好开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极不平凡。2022年，我们意气风发，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喜迎党的20大胜利召开。放眼望去，新的一年充满希望，新的一年要乘势而上。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新时代，新征程，
中国戏曲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展现出全新的发展景象。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场百花齐放的戏曲晚会，陪您一起欢度新春。亲爱的朋友们，虎年以来虎虎生风，在这里我们要向全国各族人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送上新春的祝福，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如虎添翼，虎虎生威。中场边塞，阵无虎，摇定欢迎金山我第一次来春熙晚，什么感受？真精彩！有人说，戏曲是角儿的艺术。我说这话不是因为我身边都是角儿哈，当然也有这个原因。最重要的是听戏要听角儿，那才有味儿，那才过瘾。说得太对了，你想想，今年咱们是春节戏曲晚会，那当然名家名伴一个都不能少，铿锵锣鼓，金声玉振，咱往台上瞧。将军言，三日早。
放个来个三个灵魂，逃不死的威望，大丈夫不仇不报，放在纸上。
在这瞎显摆什么呀？得嘞，老二这个油条豆浆豆脑。过年是中华民族源自上古绵延千年的文化传承。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的内涵在世代相传中不断丰富。在这一天，传统与风俗加持人们的喜悦，欢聚与团圆在华夏大地九州万方共同上演。在太行山脚下，有着晋北锁钥之称的新州古城，热情洋溢的人们正在欢庆农历新年。庙会大集，龙狮汉传，秧歌杂耍，市井联欢，与年味有关的角角落落里都有家乡戏的身影。中国人用妙笔流传风霜往事，用灵性凝结历史云烟。沧海桑田，离合聚散，以歌之舞之的独特形式搬上九尺轩台，变成了流传久远、内涵丰厚的中华戏曲。在欢庆的灯火中，过大年看大戏所寄托的，不只是万家团圆的幸福与美好，更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传承与情感。新春佳节的欢聚与庆祝，宣告着又一个来年崭新的开始。在浙江温州，南方的年味儿和着一派春景扑面而来。馄饨、鱼圆、松糕、汤圆，风味小吃一应俱全。风俗与文化隆重出演，家乡戏更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年节大餐。爸爸，什么是家乡戏啊？你看这个就是家乡戏。龙凤宝马
这就是陪爸爸妈妈长大的戏。那我也要和家乡戏一起长大。千百年岁月流转，幅员辽阔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孕育出了上百个戏曲剧种。它们散落华夏四方，与抑扬顿挫的乡音中，轻柔婉转的曲调间，延续着一方水土的家乡味道，演绎着千古不变的烟火人间。Thank you.
请客啊！别客气啊！那我可不客气了。啊，吃啊，吃大虾。哎，吃啊！别客气。师弟，好武艺啊！师兄也不减当年呐。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过年好。相声演员卢鑫、玉浩给您拜年了，祝大家虎年里面虎年大吉。那我祝大家虎年大利。那我祝大家虎年大吉大利。就会这一个词儿是吗？我这来这太激动了。哎呀，来到戏曲春晚，对，可以说是对我们俩的提高。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没错。嗯，而且全国咱们戏曲界的大腕啊都在这儿了。那个都来了，很多我都很喜欢。哦，您有偶像？哎，你比如说我比较喜欢那个杨赤老师。哦，
杨好啊！哎呀，人家那个表演的简直那就是，哎呀，虎步龙行啊！那什么叫虎步龙行？人家那个唱的那多好啊！花脸名家，多有气势啊！太好了，掌声啊！哎，有掌声，隐藏在嗷呜！哎，别嗷了，行了，行了，咽了吧，还是把那嘴里东西。不是紧着跟你说花脸花脸吗？怎么红娘出来了呢？你没见过杨老师反串吗？为什么敢说杨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来。哎，这知道吗？没来就敢说了。哎，来了的敢说吗？哎，也行，也行，也行啊，也行。我给你找一个，哎，找一个，这都是老前辈，就说他，李俊老师，李俊老师。准叔啊，好啊，对，好啊，哎，太棒了，好吧，李军老师，哎，李军老师，老生，哎，洗碗两门爆的好演员，你很少有这么勤俭持家的没见过演员啊，没听说过去了，洋派老生没错，这怎么还有洗碗的事儿呢？不洗碗那头发能那样吗？哎，啊，您那意思，李军老师带了一脑袋钢丝球啊？啊，没有，这咱就说人老生，这个艺术也好啊，当然了，虎虎生风啊，是啊，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费弦诗，费弦，啊，哎呀，您这话一说，李祖明老师一哆嗦呀，弦诗这都拿好了，一听谁？李军是，这眼珠啊不错，得盯着，得盯住了他，盯住了，这干嘛呀？这是跟着走。我那可得跟着呀，跟不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一会儿就，嗨，知道吗？有一次演出，一段《西皮流水》，好家伙，给人家弦拉都冒火星子，火，给大腿根烫那么大一泡，知道吧？这什么剧团呢？这是。但是你要说，真说这个，我特别喜欢的，特别爱的何赛飞老师，哦，何老师您喜欢？大宅门啊，是一代人的回忆呀。那当然了。丢来一声笑。哎，惊开两扇门，百年风雨大宅门。哎呦嚯，吃错了药了，这是。哎呦，何老师这个表演，他这个表演就特别的狐假虎威。哎，你先等会儿吧，不是，就是虎视眈眈呀，别虎视眈眈，虎头蛇尾。你现在就有点虎，你知道吗？你现在就有点虎，你知道吗？何老师，你说他虎不虎？说实话，你是属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他都说我是猴霸了，你想想，你这怎么办？什么叫说你是猴霸？你自个儿没长眼，你完了，你行了，完了，坏了，你完了，你呀。下回注意点儿。啊，您不唱啊是吗？我还等着来一段。唱什么？不是您这我这弦儿都起来了。再者说，咱仨在一块儿了，就是咱不得合作一个吗？来，跟你们啊。我不会说相声。你不会说相声，嘴皮子练那么利。今天是戏曲晚会。是。对呀，那我怎么能唱？你想，对，大伙儿都知道，以为就是他光拍电视剧啊，但是何老师跟戏曲分不开。怎么了？人家以前是越剧演员，哦，越剧名角啊！你这还不赶紧来点掌声？你让何老师唱一个是吧？哎呀，哎，站一边去！你看，站一边去，你这戏武三岁完一曲。憔悴难对满咽去。好，太美了！刚才这200多句，哎呀，听得我这个入迷。你什么耳朵呀？你啊，行了行了，我已经唱了啊，接下来就听你们的了。我得考考你们的唱功，你们有没有资格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戏曲晚会？好家伙，没问题。哎，哦，对，我想起来了，怎么想起什么？今年是虎年啊，你们唱段当中一定不能少个虎。哦，你多嘴吧，你就这个，这也行，也行，这也行。您听我这个。高老爷来在木虎关，第一句就有虎。
风雨中娃娃将咋盘那松林内本是那杨贤妹那妈妈拿她当作丫表官不叫你儿看儿要看的不叫儿观儿要观哗啦啦打、啊、开了咱们大家看好怎么样好哎该你了就是我得跟他得不一样，废话吗？这不是对，因为我这个有身上，哦，有身上，我您这还有症状，我能展示一般的吗？想和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没鼓，这别着急，往下听。看看蓝海的蓝天，看看我们的想念，还是没鼓。别着急，往下听。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不是唱虎，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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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哎呀，呼呼呼呼呼呼呼，行了行了行了行，何老师撂下吧，放下吧，放就别跟他这互动了，这就行了。有没有虎？哎，这哪有虎啊？这个呼呼了，在这儿啊。有虎也不行。哎，今天是戏曲晚会，唱个歌算什么呢？这是行，唱歌时尚。哎，不是，这时尚什么呀？唱歌的，我们戏曲是国风，国潮更时尚，对不对啊？对，行行行行行，戏曲嘛，戏曲唱呗，行，唱行啊，可以可以，我带着人来的，是吗？我带了几个能人，哦，人家弄得好，你说的，我说的，人呢？哪儿呢？来上人，我还上人呢，还我。哎，哦，就看看演的行不行？咱们唱什么？来来来。机器人，他怎么在这儿啊？因为这个科技加持新时尚，哦，艺术发挥新光芒。哎，哦，哎，那我们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大家新年好，哦，我是来自神秘星球的大师兄。哎呀，那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的？我在机器人学校里学了一身本领，嗯，今天来给大家秀一秀。哎呦，你看，机器人都想秀一秀，能表演，那你们还不好好的学着点儿？不是，那所以咱赶紧到底下坐着，咱看大家伙演出，我们好学习呀，啊。好好学。哎，何老师厉害，相声说的也不错。太棒了。哎呀，这以后也相声演员得担心了哈。但是刚才那机器人也很厉害，很漂亮，很有意思，很好玩。但是各位青年戏曲演员不用担心，因为他现在只能接受程序的设置，他自己还不能唱呢。我们要把目光锁定在舞台上的五位姑娘身上，虽然是个组合，但他们每一位都是专业的戏曲演员，他们既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的戏曲人身上的坚守和传承，还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戏曲焕发了时尚的光芒。但是有一点你们肯定没看到，就是坐在这儿听着戏，我心中的小火苗噌的一下就燃起来了，想学戏呀。哎呀，王老师您看怎么样？您仔细观察观察，您觉得我适合学戏吗？看您这个扮相，嗯，个头，嗯，嗓子，哎，精气神儿，怎么样？我觉得没戏，特有戏，真的，特别好。哎呀，慧眼识珠啊！我知道您是安慰我呢，但我真有这个意思。您看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唱念做打，我这也学不会。哎呀，要不就选一个，我把它练绝了，就是我的绝活，怎么样？谈何容易呀！这个戏曲演员身上很多都有绝活，但是能够成就绝活太难太难了，所以现在我们呢要一起来看看戏曲演员绝活到底有多绝。太好了，台上见。梨园传说绝活傍身方可震慑戏台，师从磨砺
精于雕琢，终成绝学。看完这精彩的表演啊，就是一个字，拍案叫绝。哎，我们是内行哈、啊，看这绝活还是心潮澎湃。是，不过归根到底啊，这些绝活都是为了人物创造，都是为了剧情服务的。而且每一个剧种用这些绝活都各有不同。哎，说得到位。对的，对的。比如说我们昆曲，它其实在舞台上最重要的呈现就是一个字。雅，哎，耐人寻味。是的，他虽然在舞台上没有这么炫酷，但是他带给观众的是清丽高雅的舞台艺术美。没错，高雅之美。这个戏曲啊，讲究和，它呢很综合，不管是矫健的武术，还是很文气的书法，它都能融合在一起，大家伙可以欣赏。徐老师，他们的发言您同意吗？完全赞同。这还盖个章。
可不可以说戏曲艺术是一个海纳百川的艺术呢？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就体现了这个特点，里面有京剧，有昆曲，然后还有东西方乐器的代表，还有书法音乐融汇在一起，展现的呢是良辰美景，姹紫嫣红，一个字儿，绝绝。好，请大家快点欣赏。祝全国人民春节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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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年大吉！虎年大吉！给全国人民拜年了！祝全国人民一帆风顺！恭喜临门！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事事顺心！顺心如意！
气，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虎虎生威。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艺术手段在不断的创新，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这些啊都在为戏曲艺术赋能，让尘封在岁月当中的经典可以活起来。是啊，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中国京剧像音像极粹，京剧电影工程，这些凝心聚力、精益求精的戏曲工程，使得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通过影像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打开时光之门，一起来感受一段经典的旋律，品读一部光影的传奇。的桥，天柱皇宫春风老，三里山云门三春桥，大声儿郎听。我听得见100多年前京剧的声音，我看得见数十年前京剧的影像。音配像声画交融的时候，大师的录音便不再是听戏的回味，而成了看戏的充盈。戏魂如缕不绝，那样鲜活，那样亲近。高科技修复让音像滤去斑驳，清晰如新，焕发熠熠神采。往日重现的精妙，让我确信穿越时空的力量一脉相传。我面对着今天的京剧就在眼前，像音像无暇呈现的时候，这一代人的鼎盛年华便在影音中定格留痕。我们总说自己是完美主义者，可世上哪有什么完美，在取像、录音、配像的打磨与淬炼中，让我确信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执着，止于至善。不发兵，放王张，手握胸膛，你想一想。
我就在这里。京剧从银幕穿越而来。1905年，谭鑫培老先生的《定军山》书写了中国电影史的开篇。今天由我们接续，为明天的京剧谱写新的光影诗篇。京剧电影工程，科技与艺术联姻，让古老的传奇告诉青春的时尚，交一份最美的答卷。让我确信历史和未来在这一刻叠印，历久弥新。
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22年春节戏曲晚会的现场。此时此刻呢，我们现场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名家名角啊。我们常说啊，春节戏曲晚会啊，就是我们戏迷观众的大联欢的同时，也是名家名角的大荟萃。那你们才是我们的主人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咱们既然回家了，我有一个提议啊，把话筒交给各位名家名角们，咱们一起畅所欲言，边看边聊好吗？太好了。董烨，我想啊，咱们每个人念一句，从1到10表达我们春节的祝福，好不好？就是用什么方法呀？我们既然是各个剧种嘛，用各个剧种的念白表达我们春节的祝福，好不好？我先来啊。好，在新的一年里，祝大家一帆风顺。在新的一年里，祝大家双喜临门。那我在这儿祝大家四呀开堂。好，那我就祝福各位观众朋友四季平安。好，在这里祝福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五谷丰。好，这个六由我们来，祝朋友们六六大顺，祝全国爱戏的朋友们七星高照。哎，我也得来一个，我也得来一个啊！祝大家八方来财。哎呀，那我们还有暗会话呢，我要祝大家九九同心呢。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十全十美。今天你那金皮箱，那你一去就不归还。
看。你曾不愿意呀，之前你怎能能算应道，虽然路途远，快马加鞭也还。Thank you.
祝全国人民春节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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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年大吉，虎年大吉，虎年大吉，祝全国人民春节快乐，虎虎生威，如虎添翼，生龙活虎，万事如意，祝全国人民春节快乐，身体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回信当中强调，繁荣发展戏曲艺术关键在人。那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张瑶院长。张院长您好，董给您拜年了，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观众朋友们过年好。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已经有一周年了，我相信对所有的戏曲人来说都是巨大的鼓励和鞭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我们学校老中青少师生回信。那么到了2022年，我们继续贯彻落实总书记的回信精神，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将在新的一年虎年，我们以全新的面貌，高质量的发展，用优秀的教学成果向党的20大献礼。说得太好了，这是一代又一代的戏曲人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我们的戏曲艺术在今天依然焕发出勃勃生机。那接下来啊，一个有关于薪火相传的故事就从这里说起。你供电部下去。我爷爷跟我讲，在他小的时候，隔壁院里有个戏班子，使点劲，每天天不亮的时候就能听见院子里咿咿呀呀唱个不停。戏班里的师傅特别严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但年头久了，去吧，他们越来越像个角儿。爷爷看得多了，也就慢慢爱上了戏。后来战火纷飞的年代，爷爷参了军，他说日子苦，但戏也没有离开过他。每每唱起想当年我常到边庭走，哪个文明不害心惊。想当年我藏在边庭中，战友们的热血都被点燃了，他们没有怕过，也没有输过。再往后，爸，我也出生了，帮我照顾一下小乐，我得先去做饭。哎呀，先跟爷爷好好玩，妈给你做好吃的去。襁褓里的我记不起什么，陪爷爷唱个曲儿，电视里的长寿殿。但每当爷爷哼起一段戏，我都有一种熟悉与踏实。好听吗？以后唱戏去吧。今天我终于踏入了中国戏曲学院，我想这里就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报告老师，赶紧跟上。哎，好，手电话，一二三四五，这一步压住，慢缓，眼神起来一点，哎，小步立腰，再跑一圈下啊，小步小步小步，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扫地扫地，稍稍的指出去，腿塌下去，小姐再小一点，好，再跟上。出口要干净利落，枪随自走，自领枪行。看而来才，这手从这戏曲艺术薪火相传，这个重担就落在我们身上。京剧的形成是多剧种的结合，我们戏曲是活体传承，要用自己的身体去传承前辈的艺术。
接过戏曲的重担，把中国戏曲发扬光大。准备好了吗？该咱们了，走吧。总书记给中国戏曲学院广大师生有一封重要的回信，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信里头还讲到要守正创新，其中这四个字啊，可以说受益匪浅，是搞好我们戏曲事业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我想我们戏曲教育的前景前途无量，辉煌就在前面。中华戏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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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火相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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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火相传。
朋友们，我们戏曲进校园的活动已经开展很多年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总说戏曲要从娃娃抓起，我觉得还得再加一句，要让娃娃们都爱上戏曲，不光是学戏的孩子，其他的娃娃们也可以让他们感觉到戏曲就在我们的身边呢。你说的太对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今年春节戏剧晚会的主题，遇到你我身边的戏曲。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发现一点点小细节，哦，原来戏曲就在身边，只是你没有发现。那接下来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呢叫梨园小区，可以说戏曲艺术真的是无处不在。不信啊，您瞧，他们来了。喂，哎喂，是朱强朱大爷吗？哪吃大碗面呢？什么吃？别，您别吃，您别着急。哎，不是防疫办呢？哎，我什么？我刚做完核酸。哎，朱，负责人，谢谢啊。哎，喂，得，那拨打的电话一关机，得。哎呀，咱们这个梨园小区的，大家好，我呀是咱们小区业委会新上任的业委会主任，我叫小周。这不是赶上一年一度的小区戏曲联欢晚会了吗？这两天呀正在征询节目，大家报名啊非常热情，弄得我这戏迷啊戏瘾都上来了。哎，趁着现在啊也不是那么忙，我也来两嗓子过过瘾。一见公职到林间，不由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小周。怎么叫小周？周主任。哎呦，许阿姨怎么又来了？这两天天天来找我来。哎，许阿姨，哎，许阿姨，哎，许阿姨，哎，您别着急，哎，我不跑。周主任，你听我说，您说，我今天不是给你介绍对象。您给我，哎，许阿姨，你也别给我介绍对象，我都有孩子了。啊？你结婚了？结婚了。还有孩子了？都有孩子了。哦，那你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呢。李奶奶怎么都成李奶奶了？跟你逗着玩呢。我说许阿姨啊，您天天找我，天天找我，您到底有什么事儿啊？是这样，我哎呀，咱们那个不是要搞那个戏春晚吗？咱小区，我就想问问咱们那个节目报的多不多呀？哦，您问咱们这个小区现在报名的节目啊？嘿，你听哪了？伦敦大大大大特切的特大铺的特，这是节目单，您看吧。哎，我看看。哟，哎，一个节目都没有啊！啊，哦，我明白了，就我一个人演都不好意思啊。哎，但是话说回来了 啊，我一个人演一个晚会也不是没有可能。不是，许阿姨，相声，哎，等，小品，哎，等等，魔术杂技，哎，等等等等，评书，哎呦，相声，哎。哎，我还都不怎么样。您不会，您在这说什么呀？我是说呀，您这个节目单拿反了。我怎么？哦，是吗？在那边呢。啊，这也没几个呀。啊，那是您没打开。啊？哎。哇！哎呦，这么多节目呢。啊。哎，那我得看看，嘿，有没有我最拿手的那个《红灯记》。哦。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哦。我家的表叔。没治口，治口。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啊，没有，许阿姨，我这铃声，啊，铃声。我以为你不让我说话呢。哎，没，吓死我了。喂，哦，李大爷呀，哦，您也要报节目啊？好啊，欢迎。您想唱什么？哦，《红灯记》。哦，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哎哎，女的，那是女的唱的。哦，您要反串是吧？好啊，欢迎，我这就给您记下来啊。李大爷唱李铁梅，哎呀，这李铁梅得多壮实啊！哎呀，行了，八号楼一单元，李铁梅李大爷要唱《红灯记》，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这个李铁梅就是一座黑铁塔。哎呀呀呀！许阿姨，您先别说别的，您刚才话没说完，您找我干什么呀？我跟您说啊，没治口，
止口！怎么又来了？你这是手机？我这又是电话，简直是！喂！哎，您是谁点的外卖呀、啊？哎，我点的。哎呦，大哥呀，你在哪儿呢？哎、我怎么找不见你呢？我在37号楼。37号在哪儿呢？哎呀，这个37号楼在36号楼后面，在38号楼前面。哎呦，我的周主任呐、哎，你这么说话，你这么说人哪听得懂啊？我跟他说吧。对，您熟，您跟他们说。你到底在哪儿呢？你站住！哎，站住了！回头。我在这么懒呢、哎、在这儿呢哎呦大学呀，真是不好找啊，谁点的外卖、啊哎、我点的外卖、哦、你点的外卖。哎呦大哥呀，我不识数，你37、您别着急啊、哎、师傅，虽然这外卖递到我手里了，没错，但是呢还得按照咱们小区的防疫要求、哦、您得给我出示一下您的码。码、嗯、你要嘛码啊？我这儿嘛码的全有。你是要什么码？什么那个条形码啊，二维码啊，什么码、哎、您说说。都不是那个码、哦、那码我说的是啊、嗯、这个健康码。健康码我有啊，我告诉你，我可要个绿码。哎，河马奔马到游，哪里来的绿蚂蚁呀、啊、不行，我要绿马。我给你绿码。哎呀大姐呀，你先帮我拿着这个。哎呀累死我了，我先擦擦汗啊。你可记得给我点赞呢、啊、一定给您点赞。哎呀，这年头外卖不好叫啊，你看看。哎，又来了，您瞧瞧。哎，这要咱小区的，肯定给他写个节目啊！肯定啊，太好了！哎，先别说这个了，您刚才要说什么来着？嗨，你看看，我跟您说 啊，我是想啊，啊，志考，你跟我走！哎，你别抓我，跟我走！哎呦，你别抓我，兄弟没完没了！你怎么没完没了？我跟他跟他们这。没亮住啊！怎么没亮住啊？亮楼外边了，没完没了的。哎呦，不飞！哎呦，这俩。对，这二位我也认识啊。啊，这不是咱小区的宋小川、包飞二位老师吗？对，哎，我宋主任。哎，是。哎，包副主任，不说你们俩人关系特别好吗？哎呦，我跟他关系好，我跟他好。哎呦，就这小人的。不说你们俩经常打成一片吗？哎呦，打成一地了都。哪呀？非要跟我合唱？就他这档次。我能跟他合唱吗？不行，我得跟你要求，我要独唱。哎，我要独唱。哎，得，二位，你们俩这样啊。哎，您也别说您好，他也别说他好，索性你们就在这儿当着大家伙的面，你们比试。对，那我肯定上风。你们俩知道我是老年经济大学的班主任呢。你敢跟我比吗？哎呦，咱们来了。我岁数比你大啊，我这样的，我出题啊，你接题。行，好，没问题。京剧小生啊。啊，好，接着啊。人山聚散，远山叠翠，好我人真的齐心之下，拜佛僧回转。嘿，没难住他。哎，来，咱升个级，升个级。大不及城南，哎呦，举不下战场。我到动物园狮虎山里去了。我告诉你，今天就跟你吵的，我嗓子今儿有点不在家。这是在动物园儿会啊。来。官场成千里，杀大马高耸耸，君身临有人家，顾不得那路崎岖。八大贼，庆泪堂，满翠展，真好。好，哎呀，哎，西。
哎，二位，哎，就这样的节目就应该你们俩一块儿演。对，跟他一块儿跌份。哎，唱着唱就跟我一块儿合唱了。呸！哎，我这就把名给你们记上啊。我是觉得吧，啊，咱们这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刚才全是男的，我觉得缺个女的唱。来着，来着，来着，这女伢子来着。哎呀，胡大姐，我们这个梨园小曲啊，这个梨园揭幕，梨园压轴，那当然是我们。哎，周主任，我这个节目排的哦，特别 OK， 特别 OK， 简直 OK， 顶呱呱。哦，这就来了。简直 OK， 哦 OK，OK，OK 啊！不是，许阿姨，你看看人这节目，干净利索脆。对，我现在就给他记下来。我得赶紧了，要不然我报不上名了。二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哎呀，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梨园小曲真的是太热闹啊！真的是发现，在我们的身边呀，戏曲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每一位热爱戏曲艺术的戏迷朋友都特别的可爱。你看，我妈是在北京唱京梆子的，那么我们的梆子在京津冀三地啊有很多的票友。我就发现票友唱得好的不比专业水平差。对的，没错，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他有很多戏迷朋友们，他们这个钻研精神呢，就是一根筋的精神。
对，很执着的，非常执着，而且他们的唱段往往比我们专业的会的还多。你刚才看我那个梨园小区里唱那么四句吧，他们比我唱的还要多还要好。那一定的，一定的。而且他们呢有一种精神，就是特别是周六周日他们放弃休息，不管刮风下雨，从来不间断去练功房去练功，一招一式，哎呀，是那些基本功都特别的吃苦。真正叫是什么，梅花香自苦寒来啊。学这些呀、啊、不比学唱腔容易。当然了，其实学身段更难。对，所以聊到身段了，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戏曲舞蹈节目，通过我们的这种手眼身法步做一个极具意象的这种展示。哦，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好的好的，我们来看看。
二年春节戏曲晚会啊，在新媒体端呢，可以说有一个亮点。我们研发了一档春戏晚的新媒体延伸节目，叫《年年有戏》。哎，没错，总台二十多位主持人啊，都跨界体验戏曲，感受它的不易，同时呢，也通过表现啊，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饱眼福了。我刚好去探过班。感触非常多，什么感受？而且特感动，每一个人学习都特别的认真。我想说的是，也许你不会，也许你还没摸着门道，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得知道戏曲的门在哪儿，你得有勇气去摸一摸那门把手，甚至推开一道缝去往里面张望张望，因为戏曲它就写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我们说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啊。说得太好了。哎，你没有发现吗？今天现场有很多老师，其实这次呀，在我们年年有戏这个节目当中啊，担任了主持人的导师啊。我先从这边介绍，李祖明老师严肃担当。我这回有幸啊，参加了这个年年有戏这一档节目，一个我学习，二个呢我亲眼看到这些主持人，这些主持人敬畏，这一点是最可喜的、可爱的，这个节目值得干。何老师，您说说感受？我做了考官，我也做了导师，我亲眼看到他们非常的努力，非常认真。哎呀，不认真也不行啊，我们要打屁屁的呀。我希望我们的主持人都要喜爱我们的戏曲。期待期待，咱们的主持人来反串京剧、评剧、其他地方戏，我觉得不在于他们学的好坏，在于他们身体力行的弘扬传承京剧。咱们把咱们台最有才华的主持人留给了佩瑜。你说的是小撒吗？小撒我建议就不用点评了。您对小撒有什么话说？您鞭策鞭策，鼓励鼓励。我觉得是这样，就一个人他要是某一个专业特别聪明，其实他有能力融会贯通。我觉得就是刚才几位老师也说了，就这些主持人老师们都非常聪明，而且又聪明的人还勤奋，那你就挡不住了，对吧？小撒老师就是属于那种又勤奋又聪明的。挡得住，我能挡得住他。不是，你当你听说别人在夸小撒的时候，你作为小撒的心里真不是个心里真的是高兴啊。究竟我们的主持人的终极大秀会是由哪几位主持人粉墨登场呢？来，马上揭晓，有请。在天元位第一年，
天生丽质，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情
清水塘，鸳鸯成对又成双，两兄应该若是你红妆，两兄你愿不愿配鸳鸯？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现在时刻3点钟。现在的时间是下午1:59。魁志，好久不见啊！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您怎么样？身体挺好的吧？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健康，健康。这次咱们这个创意很好，您在台湾，我在这个大陆，然后罗老师呢在香港，共演一个人物，演这个关公。我说这个是很有意义，是吧？好啊，好啊。很早以前我就看过你演关公了，演花荣道。这次机会真是难得。咱们竟然隔海同台，我们用忠义千秋这样一个这个形式，我们来进行这个表演，向观众来进行春节的祝福和对祖国美好的这种祝愿，我觉得非常好。对对对对对，好，待会儿咱们台上见啊。这次同戏同台，意义非常，把我们中国的香港、台湾、北京连在一起。同戏演一个华夏熟悉的人物关羽，用京剧的形式谱一曲《义薄云天通四海，忠义千秋代代传》。
吉祥号。刚来的，大角儿来的吗？哎，这次能够演出一个古城会，让我感到很荣幸。虽然这一段我都是架子没有唱，但是我练白都是进去的练白的。我希望收到观众他们的欢迎，谢谢大家。快，不能！这次呢，能够和他们二位来共同演绎同一个角色，我也特别兴奋。在我的艺术生涯当中，好像还没有过这样的形式。尽管说每个人的表演时间段并不是很长，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它的意义啊。通过这样一种形式连接这种情感，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所以我也希望今天的表演呢，能够使广大观众满意。
广大观众朋友们，新春快乐，虎年大吉，阖家幸福，虎虎生威。祝广大观众朋友们新春快乐，虎年大吉，阖家幸福，虎虎生威。我罗家英在这恭祝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新春快乐，国家昌盛繁荣。老乡君，你何必伤那悲？今当
Thank you.
有不同方向。哥嫂你飞登仙去，兄全国人民春节快乐，如虎添翼，龙腾虎跃，十全十美，万事如意。祝全国人民春节快乐，春节快乐，春节快乐，虎年大吉，虎年大吉，给大家拜年了。祝全国人民虎年大吉，新春快乐，新春快乐。李老师，哎，过年好！过年好！哟，李老师，您来了！哎，来了！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李老师！过年好！南方今年立秋。哟哟，你好！过年好！我今天不唱这首歌，今天晚上。那你唱哪个歌啊？唱哪个歌？等一下你就知道。好嘞。
起的碗，七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座什么仙呐？去了过山的人，领导人民的解放，哎呀，一自由。去了过山的人，领导人民的解放，哎呀，一自由。新时代的舞台，戏曲人始终奋进在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创作道路上，创作出了一大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新时代文艺作品。礼赞百年征程，颂扬时代新生。接下来，让我们以新时代的戏曲佳作，向为祖国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最美奋斗者们致敬。在敦煌莫高窟，飞天的琵琶已经浸透了千年的风沙。新时代，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向我们走来。它无惧岁月的侵蚀，美丽的飞天在此永留人间。而这一盛景的实现，离不开敦煌女儿樊锦诗。我生于八年。上海人，浦江水滋养我心神，应当说我是个江南女子，而今却成了地道的大漠灯光人。唐山来生未能再去争，女为敦煌女儿，不离不弃永相依，永远相依。在中国黄海前哨开山岛，这个只有两个足球场大的地方，王继才、王世花夫妇坚守了32年，一共升起了200多面国旗。因为岛再小，它是我们祖国的一部分，国旗插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国土。儿的
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我们踏遍千山万水，每一个脚印都闪烁着光辉。我们一路披荆斩棘，每一滴汗水都凝结成蜜糖。且看如今，山乡铺锦绣，大地起飞歌。
新时代，砥砺奋进的征途上，总有一束光。这束光，播撒信仰的火种，点亮理想的火炬。这束光，闪耀万家灯火，照亮幸福前程。这束光。Thank you.
徐公子。
在这繁华似锦的盛世梨园，我们要跟金牛说声再见，和瑞虎说声您好。在中国戏曲繁荣发展的又一个春天里，让我们为祖国祝福，为人民欢歌。再出发的号角已经吹响，新征程的蓝图正在铺展，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未来无限广大。生逢盛世负重任，路在脚下梦在前。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2年春节戏剧晚会到此结束，再一次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朋友们，再见。